嗨，大家好吗？今天这个场所是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地方啊。这么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叫风骚市集？到底是哪里骚起来？我就问。不可能是我吧？哎，我今天还特地穿粉红色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你看起来还是挺骚的啦。骚撩一下，真的是哦。好啦，其实为什么要叫风骚市集，是因为在这个现代啊，实在是太多事情。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发声，包含刚刚听到的音乐、表演、舞蹈，甚至是我们在选用食材的方面的坚持，一些心灵上的对话，都是一种发声的形式。可是今天我们是风骚市集耶，风骚市集到底跟这些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我们今天的摊位有哪一些跟这个有符合？今天的摊位，不只是手作，还有美食，想要秀一下的也有调酒。那想要，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机构主办的？这边有个主办单位，他们其实有在地的蛮多年轻人，对，像途中的民宿，然后还有那个交叉铺咖啡，然后蛮多合伙的好朋友一起做的。他们都是一群朋友，所以刚才有所谓的什么立法委员啊、镇长过来讲话吗？没有。哇，所以等于是一个民间自办的。他们年轻人的店家自己办的。好酷。我希望在地人可以参加，然后支持他们。好，谢谢你的介绍。姐姐，你要去哪里？那我们叫风骚市集，然后是几个人一起办的一个市集。尤其是之前我们只有办过市集，就是只是这一次用风骚市集是第一次。前面有两次，所以这一次算是很小，就大家出来玩，有就是也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聚集在一起。然后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跟朋友的朋友，就是年年是差不多。然后也要了一些朋友的朋友，因为这边有一半我不认识。我们一开始没有。现在今天有40摊，然后虽然大概20-30摊，所以今天变成朋友的时候，然后有人在更多的摊一起玩，所以就是一起玩的概念。今天身高体重，很荣幸到这个市集哦，做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。平常你们可能只有在网络上哦，还有哪里？当然认识，他是在地的。还不错，那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你的咖啡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，或者是为什么你会想推你家的咖啡，为什么要买你的咖啡？到现在还在给我准备，好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今天除了喝酒、喝饮料、喝无糖的茶，还可以来享受市集。他有提强调他有咖啡包，自己烘的，他真的话很多，好不好？来尝一尝，知道哦，经过了觉得好像还好，那是什么？我们来介绍，一一的来看一下。
来，徐敏，徐敏，三二一，什么吗？什么吗？徐敏吗？哦，很好，谢谢。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关注懒人院，他们在前面的那一个地方。OK， 谢谢。我们在交叉部，在办生日宴的时候，然后看到那边有一把吉他，然后。这一波的表演呢会在十分钟后，他其实跟杨氏三兄弟是阿美族吗？我先问一下。对阿美族哈，我们下一波的演出呢其实跟布农族有那么还好，我要开过头，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走的都一起牵手，牵手牵手，期待的飞花先让我牵手牵手，我随随你有够，拜托拜托，算算你听听我，拜托拜托，我随随你有够，就是问到我的缘由，怎么开启这个活动，就是就是朋友一起玩的，就是这次也是第三次办的，虽然名字是第一次用公烧市集，但是就是就是第三次经验嘛，所以就越办越好越顺，就是流程我们没有再花太多的心思在流程上面，就是要申请这边啊，还有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就是跟着流程做而已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这一次比较注重就是找谁来这样，然后有找到一些不错的摊商，也认识了新的朋友，这样就还不错。过程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气氛，还不错。然后大家东西都卖完了，听说，然后就我的感想就是，会很想再搬，继续搬下去，然后让大家继续玩，也可以让我自己去玩的感，就是在这个气氛里面，有我也还蛮享受今天那个气氛，也是我喜欢的一种那种氛围，这样就很 chill， 大家可以做自己的。好，谢谢你举办这样的活动，谢谢。我是 Rocky， 就是从香港来的。然后待了两年住在玉里，现在然后有时候白天会在那个街上不同的地方摆摊，晚上每天都在一个餐厅，就是我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一个餐厅里面的这个饮料部，就是做饮料的，就可以有空可以过来做一下交叉部咖啡，摆摊的时候就是尾班车咖啡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
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